我就拎住本写真，白刷牙白石咯，嘟嘴咯。我转多啲过嚟得唔得？我话你博出位啦，就会多点击率啦。爆你坐姿啊，动作行啊，企嘅样咯。百毒神君是书展的经典 icon， 百年之后我们终于找回他出来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智恩 Samuel， 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呢？嘟下嘴啦，跟住白茶啦，人人都健康一点啦。我又不是觉得这件事算是很出位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做到很重的话，你摸衫摸裤长期扮女人你都可以很出众的。那你有没有后悔啊？没有后悔过的。一啲都冇，一啲都冇后悔的。我中意佢个性格噶，佢原来同我一个省份就系潮州人，格杰啦。试过送花俾佢啦，同佢示爱咯，净系见过两次咯，教我点样学识追女仔啊，教我学识做人嘅心得，爱情嘅观念咯。你真系笑得好灿烂，好靓，好似一朵玫瑰花。我就唔係中意睇佢嗰種心型嗰方面。如果心型嗰方面嚟講，我最中意嘅係就係媽咪。我冇媽咪，我點會識到其他女仔呢？智恩之所以能夠放膽去愛，係因為佢好少有機會可以主宰命運。佢三歲嘅時候，因為腦積水第一次做開腦手術，哥哥、星爺、惠逸順夫人都探過佢。前前后后开过五次脑，书展成名之后，其实佢足足昏迷咗十日。阿哥，试下擘大眼啦，讲下嘢啊！脑水瘤昏迷咗之后咧，我做嘢嗰方面咧系弱咗，同埋好容易攰、瞓觉噶，容易晕咁样咯。唔知道你最近又入咗医院？方面咧系弱咗，同埋好容易攰、瞓觉噶，容易晕咁样咯。知道你最近又入咗医院要做一个脑部嘅手术啦，希望你尽快康复，快啲出翻嚟，继续支持我。有时候我找嘢做都做唔到，有啲粗口都话你咯，做唔到啊炒你咯，有阵时俾人哋啊泼下口水啊，张凳黐下香油胶啊，又笑你傻仔咁样咯。收拾好件事件之后咧，个都离开咗我啦，因为惊咗你个人，即系取笑咯，耻笑咯。有时候因为我真系孤独啦，平时我净对住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四面墙啦，我真系读，我系孤独鬼，唔会读咯。智恩从来都冇放弃加入娱乐圈嘅梦想，佢嘅舞台就系 YouTube。送俾大家今日学咗嘅无变奏音乐，我会调会调会调，切切切切，嗯嗯切。我中意扮鬼扮马啦，有时好衰，点解好咁噶？点好咁啊？走啊走啊走啊！唔好嚟我，走啊！等人咯。好渴望，好开心，有时好伤心，有时好失望，有时好空肯样，望住咯。你咪要啊？争我钱啊？你争我哋个嘢，争我十条街啊！寻夜送长久，有伴永不离。我其实系写嗰啲歌咧，系表达自己内心嘅感受。我系有时候突然间唔开心，我先哼到嗰啲歌曲。哒滴滴。哒滴滴哒滴滴哒哒滴哒滴滴哒哒滴哒，就系咁样啦。只要相信梦，定能飞翼。我好想唱歌，我好想拍戏，我都好想咧俾人哋认识我一面啦。我唔介意人哋耻笑你啦、取笑你，或者欢乐都好，总之系做好自己。坚毅不屈的背后，智恩仲有一个心愿未了。紧唔紧张？少少咋。2018年7月13日，讲呢啲决定帮呢一位年轻人做一次主角。笑笑唱唱，纵在这音乐，我唱你写，纵在这歌路上。
有完美，会否可打出激起？坐这。